胖胖怎么了？我说体貌不太好的。怎么了呀？妈妈让我拿计算器，我就多问了一句。问了啥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就生气了。你看啊，中国的汉字，但凡有三点水的，都跟水有关系。我有一个字有三点水，不知道跟水有没有关系。什么字？滚。爸爸是不是柳大十八变？你别老是在乎外表，心灵美才是最好的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，是不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？你知道《西游记》吗？知道。孙悟空会72变，怎么变他都是猴子。哎呦我的妈！爸爸，为什么我要学这么多东西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两块木头，一块被做成了台阶，另外一块被做成了佛像。100年过去了，台阶就去质问佛像，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踩着我去供奉你？佛像说，当时你只挨了6刀，而我挨了1000刀万剐。这个道理告诉我，想要成功就得经历更多的磨难，你明白了吗？那菜板呢？那菜板呢？啊！